姐姐，哎哎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说他听你吗？我怕被骗成人头，就是怕他变成人头了。他是警示账户刚解除，对不对？去年解除，我是怕他又被骗一次。好。想说先跟他问一下，因为想问人单，因为不只是他听不到我们的，没办法跟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拍个照，就拍。